接下来有请第二组音乐合伙人，欢迎胡彦斌、宝石老舅为我们带来《星星点灯》。想踮起脚尖和老爸肩并肩，总想看外面的世界，说哪里会有不一样的天。人生是场未知的冒险，只要拼出了闪光的瞬间，把自己吹过的牛、说过的话一一兑现。直到我渐渐长大，忽然不爱和老爸说话，我甚至拒绝和他分享我所有的想法。他说孩子去吧，去经历风吹雨打，我只撂下了一句，这辈子混不好我就不再回家。不负责任的誓言，年少轻狂的我，在黑暗中迷失，才发现自己的脆弱。看着你哭红的眼睛，想着远离的家门，满天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抬头是一片天，是男儿的一片天，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天其实并不高，海其实也不远，恩心其实比天高，比海更遥远。为什么我们得到的却越来越迷惑？为什么本应该诉说却又选择沉默？为什么在每个深夜灵魂无处寄托？为什么这世界不嘈杂我却感到寂寞？现实和爱的想分析你话，放肆真我也放手一搏，风也在但我经历过，相机就能两眼交换，生命淡淡的寂寞，人生的人为数不多，未来的路我也都分析过。夜的夜不叫曾经的我，天放了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用一点光。我突然之间，都市的霓虹都不得闪烁，街边有个模糊的星光偷偷探出了头，是你的眼神依旧在远方为我守候。人生无数的考验，就像是茫茫的黑夜，哪个是抬头看看天，看到远方的星星在闪现，想想家人的思念和身边的一切，点亮心中的火焰，别对着世界失去信念。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倪白白和他的儿子韦恩，他们也是真实的现实中的一对父子的榜样。哦，大家好，我是倪芳来，反正就是很资深的一个吉他手啊。看得出来了，是华语乐坛的音乐宝藏啊，厉害！这个节目实在是很好，让我们两个父子一样的可以同台这样这么久，而且聚在一起这么久。在台北的话，我要看到他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来，韦恩讲一下。大家好，我是倪韦恩，我也是资深吉他手的儿子。你们还蛮会互捧的。
对，我觉得因为这首歌中间有父子情，哎，所以就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就现实版的在现场就可以见到这一对这个父子的这个模范榜样。其实平时在生活当中看到倪芳莱老师跟韦恩的这个相处状态，亦师亦友，其实在他们身上反而没有看到那种父子的那种很强烈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说，真的他们的相处关系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羡慕的。是，你看父子之间，他们之间的交流也是用音乐的方式，对不对？希望儿子超过你吗？当然。嗯，我们也看到了，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在我的人生当中，我觉得我的父亲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我父亲在我比较年少的时候就过世了哈，我那时候才21岁，所以其实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我的父亲在我生命中很像是一颗流星，他特别的闪亮，但是他也特别快，然后就离开了。我爸爸以前是海员，他出去一次就是半年、一年、两年。小时候我爸回来的时候，我叫他叔叔啊，我说我不认识他。然后他是我的音乐启蒙吧，他有带很多很多的音乐啊，然后到我的生活中，然后让我第一时间的接触到了非常非常前沿的流行音乐。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你也会想，哎，如果我是我老爸，我会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就是你会有点把他当成偶像的样子哈，就是我会怎么对待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其实他一直在生命中指引着我吧。刚听到这首歌，我都已经准备做好嗨的准备了，我就星星点灯，然后一开始吉他一下来，我就整个人就柔软下来。然后我就会想到，我跟我爸爸是那种，我觉得应该算是大部分的父子关系吧，就是我会很害怕我爸爸，所以我很多事情其实我不会跟他说。但是到后面到现在，我会发现我怎么越来越像我爸爸的爸爸，因为我发现我爸爸他现在遇见任何小事，他都想打电话问一下我怎么做。所以我其实我看到最后一句歌词就是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但那个时候的孩子其实是两个人的，我的父母也是想照顾的孩子，然后我们永远都是父母心中想照顾的那个孩子，所以很惊喜，很喜欢。谢谢老师。谢谢。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心里想到很多东西，就是我北漂20年，其实我原来最害怕的一句话就是说，哎，郝蕾你跟你爸真像。我不要跟他像，我一点不要跟他像，我就觉得我爸是很没出息的。我爸爸是天天那种骑着自行车夹着饭盒天天送我上学的那种最普通最普通的上班族，我不要做跟他一样的人。所以我背井离乡离开家，我要寻找一个属于自己更大的梦想。当有一天真正天人永隔的时候，我才觉得我如果能像你，这是我一辈子的荣幸。还是特别感谢他，我觉得听完这首歌让我想到了很多，感谢二位，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胡彦斌，送给宝石老舅，谢谢二位，谢谢谢谢。